好舒服哦！今天的天气好暖，对，晴空万里的，天超级蓝。今天特别带大家来这边，是为了做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。台湾有很多野溪，野溪有很多的温泉，温泉，野溪有野溪。今天是野溪温泉，是的，这个行程棒，而且重点来了，这边不用走很远。 哎呦，精心安排，那野溪温泉都是我的那种登山朋友，他们都要走到很深入里面才泡得到嘞。这是什么曲？以前我要走下面，现在都是临时的变场，变场很棒，超棒。 哇，走了！又看到这里有头的不一样，冒烟了，老师。老师，这里的矿物质，通通都冒烟了。来，赶快，你们来这边看。哎，闻到温泉的味道了。来，快点！哎，小心，摸摸看，摸摸看。这温度，哎，刚刚好吗？蛮热的。但泡澡刚刚好，所以可以开始开泡了吗？ 是这里吗？还没感受足够，还要感受什么？真的，我觉得衣服要脱了，要下去了。我只是这个也才15公分而已。我只是带你们来感受一下这边而已，因为我们要去的地方在走一下下就到了。好，对啊，感受到了哈，已经是开始的地方了。对，好舒服，懂了哈。好，梯地来了哈。嗯，香香。 杰哥，我们是到了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看到这是像整条河都是温泉。对，因为我们现在来的这个点头最特别的是，这是台湾最大最多的这种可以泡汤泡野溪温泉的地方。直接泡汤啊！因为最大的，这么一路看过去，全部都是。这里有10个圈圈吧？不止，很多。哇！哎，阿姐，你走这里吗？哟。 我们已经脱了，要准备要泡了。不要脱，不要脱！我要带你们去的地方再前面，有更大池、更漂亮的。还有，还有，还有。好像很小林，你来看这边跟日本的野溪像不像？这个舒服，我要热一点的，我想要更热，我要热一点的。那我们往那边。那是那里吧？更热是那边吗？不，你现在不能往那边，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情啊，你要换装去泡吗？啊，换装，换装。 换装，观众朋友最想看我换装，没有了，看没有了，我知道。手持一把枪降下来，降到谷底。我给大家女神的换装，女神的换装。Let's go。Baby girl at the club looking for some loving. I had to make an introduction. She was blushing. Had some drinks, probably about a dozen. Have French. 有热哦，有热哦。整个就放松了。啊，其实还蛮热的。 哦，真的，刚刚好呢。日本人喜欢的温度。对，这应该有40吧，30多，38的感觉。哦，38到40之间的感觉，很难想象是在户外。而且这个泡完了，身体会超滑。真的已经开始。很热。刚刚好。我好想直接。 躺下去了，真的，舒服，你这样没有泡温泉的感觉，蜜月的风格，你是在吸水吸到这样。大哥，姐姐，拍谁？我跟你拍好不？欢迎，可以休息嘞。 最开心的代志，咱现在唱一挂好大哥听的。这不要，大哥，咱听一下台语好吗？来，我点，你想有名啊？给他，给他，不要这边就舒服就好。打给我，哇塞，打给我，给你带来几条金包银，我你听下子，你想要听无？我应该唱会走了，水，我比巴拉卡林气，我比巴拉卡怕冰。 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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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喝咖啡聊是非，你看看这个嘞，很多小货。对啊，这可能暗时来吼，不会再画固定的那种。真的哎，昨天晚上我们就在这边。哦，你们请，这样子来啊？对啊，好棒哦。所以女儿家都有答应啊，她也在这边答应啊。啊，家都无光爱固定的新兴东西耶。最好了。辛苦，真的很难想象我们现在在西边。对啊，而且走路就可以到。法国餐厅的风格。可以哦，好，谢谢，我先喝咯，谢谢。不一样的，另外一个境界，超舒服。啊。日本的感觉，泡温泉喝美酒就是最日本的。天哪，我想住这里。你想住这里对不对？现在是住在这里的。这个温度其实50多，很适合拿来做低温烹调，而他们大概应该肚子饿。所以我准备了一些蛋，还有茭白笋，还有玉米笋，杰哥他们一定爱吃的地瓜，煮个2个小时，再来拿。他们刚泡完，应该会肚子饿。神秘小物，快点！哇！温泉蛋跟温泉地瓜，温泉蛋、温泉地瓜，还有温泉茭白笋，太幸福了吧！好棒哦！天哪！谢谢，有你真好。你真的泡着泡着饿了，也需要一位厨师。真的，溏心蛋，哎呦，还咕啾咕啾，真的好滑哦。嗯，那我就不客气喽。嗯，加大鸡吗？哎，咬一半，我看一下里面了。哦，很面食。好厉害搞干呢啦哦，就搞住哎！玉米笋很多人喜欢把它拔干净，有没有？我刚慢慢的拔，就是要把这个丝留下来，连这个丝一起吃，其实对胃肠消化超级棒，而且香味很浓。就玉米须草概念。你这样好像一只牛在吃草。我也觉得。